主人，不会你就抓主人的头家送我这块。我们不在这，讲我的抓这还继续出来。那头我讲，你这算送我，我给你拍一下呢，安尼转手，手枪你知道，手岩石板啦、啊。而且你这等于爱两猛起来啦，一头这种较嫩的呢，我迄种的吼。有一种较甜的，较甜的呀、啊，嘿呀、啊，伊有两种啊。我是迄，我厝是较早买较甜的呀、啊。伊这是宝丽龙的染色的呀。嘿呀，啊，我迄种是搁愈甜啊。我今仔就好啊。哇，恁宝丽龙拢声听着安尼，起鸡皮疙瘩呢。买啦！哦，你会惊迄个声？哦，迄、那个声我会惊。我是惊迄个尖锐的、哦、金属敲的声。真赞呢！好，谢谢啊。好，白龙是叫你民雄珠宝店大富大富，有人讲要买红莲灯，要买一百只，要算偌济，我讲叫伊来找伊就好啊。要有成百只，我才叫伊来找伊啊。系啊，哦，还是我想要搬我回来。欸，咱合咱两个合资一届，下隔一个礼拜嘛，有一个来一百只啊。真的假的？系啊。啊，伊今要等，伊嘛是要等去考哦。诶，啊，现在。饲了安怎我唔知道。我尾啊，我用一堆来宾咧，我尾啊再过来拼。迄红莲灯啦，啊加迄种迄个啥，红白啊啦，那一些啊个什么蓝眼灯，再过来拼拼。两百只哦。哎呀，我这个刚刚个大只呢，我好笑咧。看。等我整理好的时候，我再来拼拼，放落海水煮来，再看油龟了。拜拜。